农历新年到了，家庭主妇就在烦恼除夕团圆的年菜要怎么煮。新天堂乐园呢，也特别推出了回兰湾糖潮还有麻不辣锅料理两大主题餐厅，有除夕年菜外带还有外送的服务，一通电话就可以在家享用到最丰盛的年夜菜。这就是我们糖潮港式餐厅为大家准备的扭转乾坤富贵团圆外带年菜港式料理呢，就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美味，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开心，吃得好又吃得饱哦。新天堂乐园回兰湾糖潮及麻不辣锅料理主题餐厅即日起到2月10号开放年菜外带及外送服务，除夕2月11号当天领取及配送餐点，外送服务范围花莲市吉安乡，防疫期间不出门也不用担心，就能够把美食佳肴送到家。所有的家庭主妇以及上班族的妇女朋友们呢，今年不用担心了。每年呢，我们为了年菜呢伤透脑筋，而且非常的辛苦。今年呢，我们糖潮跟这个麻不辣火锅呢推出了外送跟外带的服务，让家人呢吃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轻松，皆大欢喜。那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到我们糖潮来订阅，有很多的这个菜单可以让您选择，大家一起欢欢喜喜的过新年。回兰湾糖潮为您准备了牛年大吉外带年菜，优惠价4980元，让您在家中可以安心享用。如果不想在家等外送，那更可以到现场两家主题餐厅点餐，现做餐点马上带着走，回家尽情享用。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